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怎么来了？失敬失敬啊！不，应该是我冒昧打扰了。我说过我会到府上来请教，今天我不请自来了。请教不敢当，您能来我非常高兴啊。夏先生，看来你和北平这座城市感情很深呢。是啊，北平这座城市确实招人喜欢啊。黑夜先生，我们厅里坐。好啊，请。站那！你等一等啊！你放开！你真生气了？看你刚才说那什么话呀？你不是喜欢他吗？我还在那儿干什么呀？明明知道我心里面装着你，你用那种话来伤人家。一个大男人，你动不动就掉眼泪。行了行了，别耍性子了啊！你以为我是在耍小性子？我是看不惯他利用你。我没有被他利用，我是自愿的。得了吧，我就知道你得说这样的话。你自从见到那小子，你的心就跑到他那儿去了。你别以为我是在吃醋啊，我是觉得咱们为那小子根本就犯不上。你瞧他那德行，一会儿一主意，一会儿一主意的，你就被他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呢。我不许你污蔑他。看你看，心疼了是不是？行，那你就跟着他屁股后边转去吧。有种你别回来！还是走吧。我可能真的伤着他了。他这人不坏，是个老实人，就是胆子比较小，有时候喜欢耍点性子。你放心吧，他不会出卖我们的。嗯。小野先生，光临寒舍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？正是有事。想请夏先生帮忙啊。我就一平头百姓能帮您什么忙啊？哎，夏先生绝不是平头百姓，我今天来到府上是为了贵国北宋年间的一件瓷器，那是宋徽宗皇帝送给他的宠妃刘贵妃的一件礼物。这件瓷器的底部刻有凤华两个字，不知夏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东西啊？您请坐，小野先生。只是啊，略有耳闻，当年听说宋徽宗那件宝物是镇殿之宝，是从20000多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当中精挑细选而成的。此物件价值连城，无以伦比啊！今生今世若能见此物一面，都是非常的荣幸了。夏先生，有两个满族旗人，他们就带着这件东西从北平逃到了上海。哦，这两个女人被我们抓到了，很遗憾的是前几天又被人劫走了。小野君呐，恕我直言，此件宝物沉寂于世800多年，后来听说在清末年间曾浮出水面，事隔这么多年了，又在上海滩出现，只是不知道这消息啊是真是假。哎，我们的情报绝对可靠。你们抓了那两个旗人有没有审一审呢？还没来得及审就被人给劫走了。夏先生，上海的文物市场你很清楚，对古董研究你很有造诣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这两个人这个时候到上海来，是不是要找什么人，或者是要把那件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啊？哎呦，这么贵重的物件儿，能藏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再琢磨琢磨，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小野君啊。太好了，有夏先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只要抓到这两个人，找到那件文物，我会重重的酬谢你。
小野君，这东西对你很重要吧？很重要啊，不，对贵国政府也很重要。这种国宝级的文物，绝不能流到国外去，更不能让它遭到损坏。明白了，来，喝口水。你的脚伤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现在就是这腿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这条腿有点疼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啊，喝口水。我问你啊，上级现在有什么指示？上级现在想知道你这边的情况。现在我已基本上安全了，可以展开工作了。你有什么打算呢？你是不是准备马上回到队伍上去？我现在还不能走。刘阿根同志牺牲之前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和你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一批被日本人掠夺的珍贵文物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运到日本去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还真听说了。在我被捕之前，上级就对这个事有过指示，让我们不惜代价粉碎日本人的阴谋。那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？关于下一步的计划，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。我正在寻找那批文物的线索。哦，对了，那两个和我一起救出来的老太太还有小姑娘怎么样了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会不会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不便？小野君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空着手回去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这儿有一件小物件，请您展一眼。哟西，这是北宋时期的青铜剑，春秋战国的。这，春秋战国，夏先生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真的舍得割爱？宝物就应该送给喜欢他的人手里。你们日本人不是最喜欢中国人的宝物了吗？啊，太好了！我马上去找吉田教授，让他看看。不相信我的眼睛？不，我是让吉田教授跟我共同欣赏，让他分享我的喜悦呀！啊，放心吧，小野君，从我这出去的物件没有一件是假货。不过，我对小野君之前让我鉴定的赝品青铜剑有些兴趣，不知小野君可否拿出来让我研究研究？夏先生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就派人把那个赝品送来。这把真正的青铜剑，我会好好收藏的。情况就是这样，现在日本人正在到处抓这两个人，他们的特征太过明显，只要一露面就会被发现，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静制动，让他们两个人藏在我家比较安全。那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们呢？日本人抓他们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上带了一件珍贵的文物，由于他们现在还不是特别相信我，具体这件文物的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既然日本人如此重视他们身上这件文物，这事儿也许会和那一批文物有一些关联。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，寻求支持。现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日军盗取我文物的事件，我们一定要牢牢盯住这批国宝。请你转达上级，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誓死保卫我们的国宝。请留步。行。阿贵，阿贵，夏先生，
哎，帮我把书房门锁上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让他们给您备车去。不用了，我想走走。天哥他回来没有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几条街上找都没有找着。那小姐他们呢？啊，在小凤屋里呢。啊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没事了。慧妈呢？她出去了，回我们的住所帮我拿点衣服。什么？你看我穿小凤的衣服不太合适吧？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们怎么就不听呢？这下非捅出娄子不可。一个老太太上街走走，能捅出什么娄子？这两天满大街都是鬼子和汉奸，他们都是冲着你们俩来的。可你们倒好，一意孤行地往外走。我说你们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我们往外走，不是想故意冒犯你们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看，你一会儿掖掖藏藏，一会儿自作主张，就是改不了你那大家闺秀的臭毛病。你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这世道有多危险。我告诉你，天虹哥为了给你治病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可你这倒好，又让慧妈出门取什么衣服？你干脆把我们大伙都整死算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没觉得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。我说那小姐，现在小鬼子们都急红眼了，你啊，就等着瞧吧。什么？慧妈又走了？你怎么不拦着她呀？我怎么没拦了？我还警告过她，谁要敢迈出这个门槛一步，我就剁了她的脚。可是人还是走了。人都走了还叫拦呢？我当初怎么跟你交代的？现在外面风声那么紧，出去保准出事儿。脚长在她身上，我能拿他们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监狱的看守。你这是狡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才是强词夺理呢。照你这么说，辉妈走了是我的错了。我没说是你的错，可这事儿跟我也没关系。不跟你说了。对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把话说得太重了，还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原谅我啊。别哭了啊！我得出去一趟了。那你们去啊？去找慧妈呀！你留在这儿盯着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能照应你。嗯，好了，走了。阿燕，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明白就好。你是不是很喜欢他？我们俩是从小的玩伴，他这人勇敢善良，谁见了他都会喜欢他的。那可不见得。我跟你说这干嘛？我喜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天。有什么可聊的？你赶紧回你的屋去吧，别给我再添乱了。你自己受了委屈，拿我出什么气啊？哎，先生，您去哪儿？永安四路。好嘞，走。是这儿，不会错的呀。难怪小姐说这里面有日本人住着，这么说日本人知道这儿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完了完了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老将，啊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您说，这巷子甲198号，这前几天我刚交完房租，怎么这会儿又有人住进去了？哎呦，老太太，一听您就是外地来的吧？啊，是啊，您这是让人给坑了。这院子啊，一个礼拜前就让日本人给买下来了。啊，让日本人给买下了？哎呦，我的亲娘啊！你们北方人说话怎么这么大的嗓门啊？你最好是小点声，不能让日本人给听见。哎呦，您是不知道，
您刚来上海，这日本人买房啊，那就是一个强买啊。这么大的房子就给两个子儿，您还不能吭声？您这是让中间人给坑了。他呀，这叫做一房两卖。大妈，我看您还是忍了吧，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喂，怎么嘞？我买完单列了。啊，我原先住在里面的，我现在进去拿点东西。怎么嘞？我去马吉干的路。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呀，我进去拿点东西去。怎么嘞？师傅，快点。队长，你看这都中午了，哥几个肚子也都饿了，要不再先吃点？包子来了，包子先生，包子，哎哎，包子先生，队长，队长，那个谁呀？看见谁了？刚才那个老太太，买包子那个老太太，我看就像她。人呢？在哪呢？在前面，平台一个老太太，肯定跑不远。上次那格格跑了，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那个老太太再跑了。兄弟们，给我追，追！慧妈压到哪儿去呢？万一慧妈说出到上海是来找我的怎么办？哥哥现在在哪儿？那件东西又在哪儿呢？老人家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哎，请。
虽然你和你的哥哥主子从我们这里跑掉，但是今天我们又把你给请回来了。没想到吧，你看看现在上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，不管你跑到什么地方，我都会找到你。老人家，我对你和格格主子是很尊重的，我们一向善待满清贵族，特别是效忠满洲国皇帝的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的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，我们这次之所以又把你请回了宪兵队，还是为了你的主子巴列图王爷的那把宋代瓷器。我们也非常清楚，那件宝贝你和你的格格主子已经把它带到了上海。老人家，你能告诉我那件宝贝藏在什么地方吗？老人家，我知道你对你的主子很忠诚，这我很钦佩啊。不过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你告诉我那件宝物到底藏在哪里，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还可以送你去满洲国，在那里你可以安心的颐养天年啊。报告，进来。よし。好吧，老人家，我就把你交给中国人，到了那里你好好的跟他们谈一谈吧。不过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，痛痛快快的把那个宝物交出来。叫林科长马上派人审讯这个老太太，还有让他们严加看管，绝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哎，是有太后罩着你，现在看不通了，你这脾气是不是也得改一改了啊？哎呦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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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想到这么大把年纪还血气方刚的，想死是吧？好，只要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，我就成全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叫我老太婆告诉你什么呀？这老太太一定知道一些秘密，咱们是在大街上公开把她抓起来，那么咱们的对手也一定知道他被关在咱们这儿，也许会采取行动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我们还可以趁机来对付拯救他的人，也许能顺藤摸瓜抓住那个陈明霞。三儿，啊，熊哥，这舞姿势真美啊，真美。快吐出来，吐出来，你吐出来。不知好歹，科长，这是从他嘴里掏出来的。打开。师兄，这像是一个地址，但上面这一行看不清楚了。霞什么路？飞吧，应该是霞飞路。霞飞路263路，不就是你们家那条巷子吗？是多少号？
我看不清楚，告诉我，门牌号码是多少？说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事不宜迟，把这老太婆押去霞飞路。走，押走。 回马北抓了，先进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来不及救他，这下可坏了。万一他经不住拷打，如实招了，那他们手里的东西就会落到小鬼子手里，还有那个格格跟我们都会遇到危险。对不起啊，我当时要是看住他们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都是我的错，你骂我吧。 别自责了，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救出来，还有那个格格，咱们得尽快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要不然我去招呼我的弟兄们，一起帮着把人给劫回来。哪有那么简单呢？你知道他关在哪儿啊？就算你打听到了，人家早就等着你上钩了。这会儿去，等于自投罗网。那怎么办呀？照你这么说。 你们打算放弃不救他了？没说不救。我的意思是等机会。你所说的机会是什么时候？现在不好说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宪兵队，他们要抓的人是我，不是慧妈。我可以用自己去交换他。胡闹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耍性子？你知不知道慧妈被抓就是因为你，倒好，还在这无理取闹。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把手松开，我不要你管。我跟你们什么关系？ 你让他走啊，他这是自找的。他要是真想往火坑里跳，你还拦着他干嘛呀？你让他走啊！走啊！怎么不走了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让慧妈离开这儿。慧妈，我对不起你。 除了几个主治医生以外，其他人都不让进。嗯，我知道了，至少在他们醒来之前，我们是安全的。你说怎么会这么巧？地址上写着霞飞路。这顿奇怪，你说这个老太太，她在静安寺里头干嘛呢？我哪知道？回头好好审审。也没看见那个格格。难道他们走散了？不对，她应该还是藏在静安寺里头。还是好好先查霞飞路吧，说不定有答案呢。 一峰，加快速度。好的，你过来。我去。
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救惠妈？好，那你现在必须要告诉我实话，不能有任何隐瞒。日本人到底为什么要抓你们？这个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个那个？你难道就对我们这么不信任吗？那倒不是，那你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说吧，你必须得把真相告诉我们。我手里有一件宋代凤华堂的镇馆之宝。 是一个瓷盘，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。前些日子，日本人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消息，就逼我阿玛交出那件东西。我阿玛不肯，就遭了毒手。阿玛临走前把那件东西交到我的手上，让我带来上海找一位叫夏公达的先生。那位先生跟我们家是三代世交，阿玛说他会妥善地保管好这件国宝。夏公达。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，我叫他夏伯伯。他是你父亲的朋友？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原来的住所因为打仗被小日本的炮轰平了，后来又重新搬的家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可你也从来没跟我说过实话呀！坏了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。这样。 赶紧带他去石门路啊！石门路，对，我在那儿租了一个院子，这是钥匙。好，赶紧走，走啊！哎，注意安全啊！咱们走不了了，他们已经进巷子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天无哥，巷子已经被他们堵住了，都盯着。 巷子把火全部封起来，你那边，副队长，快点的，副队长，副队长，把街道都封住，挨家挨户的锁绝不能放到任何一个明白了吗？是。老太太，看清楚了，这里是霞飞路，你应该挺熟的吧？那我问你。 你自条上的地址是哪儿来的？我一个外乡人到上海，总得要干活吃饭吧。有几家人要找老妈子干粗活，这个纸条是他们写给我的。你刚被救出来就找活干，你觉得你这话蒙得了我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家小姐在哪儿？走丢了。我现在还在找她呢。老太太，既然是当老妈子，找粗活，哼，为什么把那张纸条塞到嘴里？ 因为我知道你们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怕给别人添麻烦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你岁数大，没跟你动粗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天兄，老太太，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。您看您啊，是老宫女，伺候过皇太后，我挺尊重您的。您这性格又是纯北方人性格，豪爽，我还真挺喜欢的。你这个女人。 甭在我面前绕弯子了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其实挺简单的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们身上那件北宋瓷器在哪儿，这事儿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瞧你说的，我们手上哪有你说的那种东西啊？你们抓我老太婆干什么啊？我把我们家小姐都给丢了，我现在无依无靠了，你们抓我有什么用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。 这么问他没用，这老太太宫里出来，什么事没没见过？这种人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算了吧，我灭他吧。咱们还是挨家户搜吧。从哪儿开始搜？你听。大家听好了，带上老太太，从街的最顶头，挨家搜查。哎，最顶头是我们家。 今天又到家里来抓人了、啊。嗯，今天不是抓人，是认人。过来吧。这就是你们要抓的逃犯、啊。
把他带家里干嘛？天红，你这堵在门口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我们进去认人？哼，您把逃犯带到我家里来，来认亲戚啊？等等，天红，让开吧，我们这办正事儿。看来惠妈没出卖我们，否则林梅不会现在这个阵势。 老太太，您好好看看这里，这个院子，你应该挺熟悉的吧？想必这个院子，你应该来过。说不定啊，待会儿屋里还有你的熟人呢。好好看着他，我们先进去。 家里有客人，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我也得有时间说呀。阿燕，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了，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玩啊？天红哥回来了，我们那么长时间没见，我过来看看他。这个日本女人，怎么那么像那个格格？这两个女人很重要。可惜上次匆匆在楼上看了一眼，实在离得太远了。 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人家还能这么惦记你，真是难得呀！痴情呗。胡说！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科的科长林梅，这是曹翁帮的女儿阿燕，她爹因为跟重庆方面走私军火，今年上半年让日本人给枪杀失踪了。我更感兴趣的是，这位日本姑娘，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？ 啊，我来介绍吧。这位是阿燕的干妹妹，昨天晚上刚从日本回来。天兄，你不觉得这位日本姑娘很眼熟吗？她叫惠子，是我认的一个干妹妹。什么时候还认了个日本妹妹？你忘了你爹怎么死的？跟日本人走那么近有什么好处吗？日本人也不全是坏人啊。当时我爹的人头被挂在城隍庙广场的旗杆上，要不是惠子她哥帮忙。 我爹就不可能入土为安。哦，他哥帮过你。是，他当时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武官，是他哥帮着说情，他们才同意把我爹的人头摘了下来。那段时间，惠子小姐天天陪着我，陪我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。すみません、英子さん。私は北海道で生まれ、東京に住き。北海道は日本の南に。 すごくいいところだ。君は中国人、私の国は知らない。北海道は南ではない。日本の北です。そこの景色が美しい。気候もいい。確かにそこは美しい。だが気候が悪い。そこは非常に寒い。大哥回来了。大哥，不会是惦着我？ 要不然我让奶妈炒几个菜，晚上在这吃饭吧。吃饭就免了吧。我就想知道，这位日本姑娘为什么会在你们家？是这样的，这位日本姑娘手里有件宝物，想出手，所以阿燕就把她带回来，让我看看。宝物？什么宝物？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この宝物を見せてくれないか。 把那个老太太给我带上来。曾经在风中。 曾经的期盼依然真空，为了这份爱，无悔走一程。
让那阳光融化冰封，多少往事流淌在心中，多少泪水模糊了眼睛，曾经的誓言无言的感动，让那一瞬化作永恒，炽热的目光燃烧了多少青春梦，曾经的爱在梦醒中依然涌动，爱永远是美丽的风景，让它流淌在心中。心中依然涌动，爱永远是美丽的风景，让它流淌在心中。